要有三个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我们想说的是，我们游民所这个项目呢，因为有一些我们的民意代表跟我们替我们向政府争取，我们自己也努力的示威抗议，制造声音，所以呢，政府会把这个游民局的项目暂时呢，还没有做社区会议之前，不会再把它往前推进，就是这个项目不会转去这个主计长办公室去签字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报告。第二个事情呢，是说我们也写了这个法律信给各个机构，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做下去，我们告你们。第三个呢，我们会安排下个礼拜有一个示威，然后我们首先呢，我们请。